嘿，我是保罗。上一次我介绍了一些术语，然后里面其中有一个是 B2B 啊，B2B back to back。那我想我们打铁趁热，就一次把它讲清楚什么是 B2B。OK，好，其实讲说什么是 B2B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了，因为 B2B 是一个形容词，它不是名词。OK，所以我们来看看雅虎字典这边写 back to back 是紧接着的意思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hard drop 的 wiki 是怎么解释呢？OK，hard drop wiki 说 back to back 呢，是任何2个以上比较困难的消行，中间没有插入比较容易的消行，所以这样子，这样怎么解释呢？OK，好，所以我们就先来纸上谈兵一下啊。OK，所以我们换个方法讲了哈。我们说，B2B 消行，消行是，连续2次或以上的特殊消行，包含 catches 或是 T spin，中间没有普通消行，包含 single Double, triple. OK，好，所以如果我们有2次特殊的消行的话，那从第二次开始，它就会有，它就被叫做 B2B 的消行。好，那我们来做个，纸上谈兵来做个范例好了。假设我们游戏开始的时候，游戏开始。首先呢，我们一开始就做一个 Tetris，然后呢，下一次在消行的时候，又是一个 Tetris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做一个 Double，2行，我来打中文好了，消两行。然后做一个，T spin mini，然后再做一个 Tetris。OK，好，所以我们看这中间的特殊消行有哪些呢？这两个是特殊消行，这两个也是特殊消行，可是这是普通的消行，所以呢，在第一次特殊消行以后，第二次消行又是特殊消行，所以这一个就有 B2B。然后呢，这一次的普通消行就把 B2B 打断了，所以这个跟这个中间因为有它中断的关系，所以这个就没有 B2B 了。可是这个消行跟这两个特殊消行又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这个又有 B2B。OK，好，那我们用实战来示范一下好了。所以我们要先知道这个每一种特殊消行的攻击力是多少。OK，好，那在 TB 里面呢，做一个 Tetris，它是攻击4行。画一下线。噔噔，OK，在 TB 底下呢，一个 Tetris 攻击4行，那一个 T spin single 呢，消一行的 T spin 呢，攻击2行，一个 TSD 是4行，一个 TST 是6行，所以 T spin 的效率是这个 Tetris 的2倍嘛，消2行就跟 Tetris 一样的攻击力，TS mini 的话
是攻击是一。好，如果有 B to B 加成的话呢，这些通通都是有50%的奖赏，所以 Tetris B to B Tetris 就变成攻击六，T-spin single 是四，不对，不是四是三。TSD 的话，B to B TSD 是六，B to B TST 的话是九，然后 mini 比较特别，它是变成二。OK，好，那我们通常是比较注意的是这个 B to B Tetris 跟 B to T TSD，那有时候会比较常看到，有时候会看到 TSM。OK，好，那我们来。实际操作一下。OK，好，那我们一开始就先来，叠个 Tetris 好了。哎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哎呀，叠的乱七八糟。OK，没关系。好，所以我现在有一个 Tetris。那一开始嘛，那当然是没有连续，所以我是第一次做的 Tetris 是一个普通的 Tetris，所以我应该会看到攻击力四行。没错，攻击力是四行。那如果我再继续做 Tetris 的话呢，那我这现在又要做一次 Tetris。那因为是连续的消行。所以这一次呢是 B to B 的 Tetris，我应该会看到它加六而不是加四。那这边应该也会出现 B to B，对，它有写 back to back Tetris。OK，好，那如果我现在做一个 single，我现在只能消一行，那我这样就打断了我的 back to back Tetris。那我可以天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哎呦！OK，好，我现在要回来开始继续做我的 Tetris。好，因为我刚才消了一大堆什么 single double，所以我已经没有连续特殊消行了，所以我这一次呢又变成是普通的 Tetris，应该是加四，所以应该从22变成26。OK。好，那时间也快结束，我们重开一局好了。OK，好，所以这一次呢，我要混一些 T spin 进去。那假设我们先做一个迷你好了。OK。所以我现在来做一个 T-spin mini，T-spin mini 一开始当然又是普通的，所以它是一个普通的 T-spin mini 送一行。那接下来如果我做一个T-spin 呢，我现在做一个 T-spin double 消两行。那因为刚才是T-spin mini。所以那也是一个特殊的消行。我现在又做一个特殊消行，所以这个就有 B to B，我应该会送六行。哎，它这边也有显示 back to back T spin double，那我可以继续下去呢。我再做一个 T spin double，那它又是连续的，所以又是一个back to back。又是加六，所以从七变成13。好，那我现在做一些普通的消行。那，看看，好，再做一个 T spin 好了。所以这一次是普通的 T spin 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刚才我又没有连续消行，所以从16变成20是普通的消行。可是我现在就做一个 Tetris 呢，因为刚才做了一个 T spin 是特殊的消行，所以这次，这是连续的，所以我有 B to B 的加成，
所以应该是变成26，就像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希望这应该解释的还算清楚吧。是这样的话，希望大家都有懂得什么是 B2B 了哈。那我说 B2B 是形容词嘛，可能唯一的例外的时候，可能是说，如果一个人说，哦，如果你对战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压力，我就一直 B2B 下去。那他的意思呢，是他一直做 B2B 的 Tetris 跟 T-spin。那可能是那是唯一的时候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形容词来使用。好，所以希望这样的解释大家有听懂了哈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。